我们现在把这个红薯给削皮。那你先出去。我等你洗了，倒到这个红薯里边去。先把中间的那个辣椒给弄掉是吧？开着这种车。哇，八斤八斤，看到美女了，好兴奋啊！看到没？还要去赶鸽子了，看，耗了两层。哎呦，还要去赶鸽子，看到鸽子就要去赶。半斤，你不高兴啊？半斤，他不开心了。不准去爬人啊！我先开一下抽油烟机哈。这个地方停车收费吗？十块一天。然后保险就要按照特种车这样子买，会稍微贵一点的。保险比平时的车贵一千，贵一千。对，贵一千块钱。其他都是一样的。其他都一样。也是蓝牌，然后西照都能开。真的不贵，买个新的也可以，80多块钱。就像。你的怎么还广东广州呢？对，我是广东的。是广东的，我刚刚忘了关火了。不是，是辣椒先放了，所以辣椒都焖烂了。很多人刚刚一起来聊天，然后就忘了关火了，然后就把这个给焖黄了。半斤。半斤。他在舔他的口水了，看到没有？他口水掉出来，他要舔回去。口水都滴得好长了。现在蒸馒头了，不洗锅，直接在锅里面加水蒸。我们蒸的给半斤吃一些，我们吃一些。现在开火蒸馒头。我们边吃边蒸吧。好。哎呀，煮干了这个粥。本来红薯汁要很细很细才好吃。没关系吧，那就没那么饿喽。煮干了，变成稀饭变成粥。好喝。这辣椒薯条真软呢，就是因为你先下辣椒。我觉得不是的，我觉得是因为忘了关火了，因为一直跟别人聊天，他们在问我们车的状况。我们新来了一个橄榄菜，配粥吃。哇，好久没吃过橄榄菜了，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吃。哎呀，给半斤扔个馒头嘛，很烫的馒头。哇，好烫。好吃馒头。半斤，我弄一点给你吃。给他吹了，给他吃一点呗。
给它扔在地上让它自己吃，扔到它碗里。很烫，要吹一下。再吃。让它自己去吃了，剩下一点点。嗯，你们要吃了。嗯。我也要吃。嗯。啊，你在看什么？哇，把你想吃的疯了！给他吃个馒头哈。嗯。刚刚已经吃了一个了。半斤。我拿这个炼奶，弄这个馒头吃。哎呦，流出来了！我喜欢吃甜的。嗯，哎呀，流了嘴巴到处都是。不过这个是巧克力奶，不能给它吃。狗不能吃巧克力的。我吃橄榄菜，小薇吃这个香葱豆豉。你喜欢吃这个香辣酱哈？嗯，那个不辣，那个是香。嗯，我喜欢吃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香。你吃了三个馒头了，太多了，我们的馒头都被你吃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